第四十题，呈上题，请根据文本推测，为什么 WiFi 要配置 5.0G 与 2.4G 这两种频率？我们从前面的文章就知道，如果我们的波长越长，波绕过障碍物的能力就会越好。而从前一小题就知道 2.4G 的波长比较长，所以它越过障碍的能力就比 5.0G 要好。因此第四十题问我们说，为什么 WiFi 要配置 5.0G 与 2.4G 这两种频率？我们答案选的是猪， 2.4G 比 5.0G 更有绕过复杂障碍物的能力，可以补足 5.0G 讯号不强的区域。